知身心切愿，持佛名号，乃我等唯一直出生死之宝法了。那法是小船，古时候过小河过渡的时候用，身心切愿，持佛名号，这八个字。如何能真正做到身心切愿？必须对净宗有深刻的认识。你认识浅不行，你做不到深刻的认识啊。对于我们现实的世界也有深刻的认识。你认清楚之后，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你真能放得下。对极乐世界能够有深刻的认识，你能升起信心。你真的想去。所以你才能支持名号。你才能往生解佛。后面这几句也是念老说的。一佛果觉，作我因心，因果如如啊，直去究竟。自觉觉他了，为此普施真舍之力。佛的果觉是什么？就是名号。名号，总持祝福圆满果觉。我们现在用佛的果觉做我们因地修行的心。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以佛果觉做我因心。因果如如啊，因如果，果如因啊，那就是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直去究竟，这当中不走弯路啊。直接的。向着究竟古佛的大道，这真正叫一乘法。自觉觉他。自觉是自立，这是真正觉悟了。不是真正觉悟，他走。做不到就是迷惑。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个人是自觉。他走的是自觉的道路。
啊，现在功夫还不够，智慧没开。啊，他要是认真努力、精进不懈，啊，真的去干，有个两三年、四五年，他破迷开悟了。啊，开悟的现象是什么？这一句佛号二六十种不间断，心里头没杂念。这就是开悟现象啊！有这个现象，就肯定往生，一点疑惑都没有啊！这个境界不能现前，往生没把握啊！这个境界现前，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而且往生自在。啊，寿命终了的时候，欲知是知，你知道什么时候走，知道什么时候佛来接引你。啊，清楚明了啊！啊，你修成了，与你有缘人看到你了，啊，接触到你了，他相信了，他向你学习，那就是救他。这个方法。是佛教给我们的，这就是佛普世真实之理啊！那前面这个字用得好，唯此，唯独这个方法，身心切愿持名念佛，这是诸佛如来。普施法界一切有情众生真实之理你在这里看到真实两个字你就应当要想到事出世间什么理是假的不是真的只有这个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世间无论什么样的利益，你都会舍掉。那就不是真的，真的永远丢不掉啊！生生世世都能带得走的，那是真的。啊，心里头有阿弥陀佛，是你生生世世带着走的。心里头有烦恼，也是你生生世世带着走的。你想，你还是带阿弥陀佛好，还是带烦恼好呢？啊，带烦恼搞六道轮回，带阿弥陀佛，你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心里的这个东西都要好好的把它换过来呀、啊把心里拉拉杂杂的东西都清除干净啊用这个心来供养阿弥陀佛啊家里有佛堂供佛不算数
心里头那个佛，那真算数，真管用。啊，道场大殿再庄严，没有心里有阿弥陀佛这么庄严，没有，比不上啊。